这条溪呢，是咱住伫这个溪岸边的这些百姓，我那一个重要的一个溪啦吼，而且要求生存甲生活吼，我那一条重要的一个溪啦。因为咱家从靠，人讲住山就靠山啦，住海靠海啦，所以咱住伫这个溪边的人，嘛是靠这条溪伫咧生活啦。你都都落水溪后都适合种西瓜啊，所以伊伫这几庄头吼。为宜庄啊，搁仑背迄方面，全拢种西瓜较济啊，啊，所以大部分的经济来源拢西瓜较济安尼。能见度根本不到五十，然后大家还是一样在这边拼啊，要不然怎么生活？都若无风就无沙，啊，若有风就沙。有多严重？无看人呢。我唔知讲要叫恁遮来吼，就爱什么时阵？风当头的时阵才来上好，啊，不过风咧头无人要来。亲人袂真呢啊，等于囡仔看到你，搁甲剩两蕊目睭尔，规个面拢红白沙，袂真呢你啊。哦，我戴口罩，一工拢爱用两个口罩，若去远个转去，啊，当然就是爱洗啊，路面拢乌底底。是这个八九个只吼，东北季风来，风真透，啊，就爬沙就爬起来，爬到真正吼，迄手伸出无看到。哦，五仔手掌无看到，佫刷到这个，刷到这个庄的厝内吼，红白沙真正扫袂完啦，有够多啦，影响到真正仑背乡十四村都拢有关系啦，到这个部中去啦。学校地理位置就是跟浊水溪的直线距离也不到一公里，所以受到浊水溪的风沙影响很大。那特别是风沙大的时候啊，就跟有雾一样，能见度很低。那小朋友户外活动都没有办法进行。浊水溪风沙的问题啊，已经是多年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个风沙很严重啊，那个东北季风来的话。就是像这种垂直式墙壁都这样子的，可见平垂直式的那种桌面平常就会很严重。那所有看得到叶子就是一层沙，真的就是一层沙。
因为枝叶比较轻，所以那个东北季风吹过来大概好几层楼高，所以你即使有防风，像我们现在有防风林也没有用，它就是过了整个过来，甚至影响到那个湖尾地区过去。很严重，这大概十分钟椅子就不能坐了，桌上就一层的。过了寒假，然后就会很多沙子，然后觉得扫地，然后每次扫，每次都有很多灰尘。老师会叫我们扫，把地扫干净吗？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沙子。可以出去外面玩吗？不行。为什么？外面沙子很多，出去的话也会。眼睛也会跑进沙子。啊，上课怎么办？上课要戴口罩。如果冬天的时候，几乎像我就是眼睛常常就是会很干、很不舒服，啊，需要就是把眼睛洗一洗，要不然都会掉眼泪。每个小朋友他们都有自备一个口罩，那风沙大的时候，啊，老师就会请小朋友戴上口罩。那教室的门窗也要紧闭，那就是造成小朋友在上课的不方便，还有各种活动都没有办法进行。啊，百姓拢一直反映讲，啊，像安尼个时阵，咱只个生活品质遐歹，啊，就啊，若一出来，一出来晒，透一个风个，规个厝个吼，咱出门行乌托邦个时阵，目睭就是拢是沙吼，啊，敢若开嘴要讲话吼，沙就拢飞入去嘴内。啊，拢沙。沙啦，你是我听见。哦哦，你看啊。你试一下面者，试一下面者。试一下，先去。哦，我等。啊，切个五分钟就搁共款，系啊。咱这切的嘛是无。Thank you.
的河床的湿度都还算很高的时候，好，所以一存几百，好，不要那紧，你知道，因为跟时间赛跑嘛，碰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讲哦，刮天都别换，阿拉伯的是别刮，好，啊，所以我们这两个市区就是针对过去所有的专局的一些问题，我们曾经做过很深的去探讨之后，把那些盲点跟问题找出来。这是算古长边啦，伫过去这几年。会使讲伫咱理论轮背袂了吼，会使讲咱轮背话非常严重的一个乡镇，啊，所以这个要治沙，咱政府嘛是想尽办法要来为遮的百姓要来治沙。唔过政府所做的遮的办法，拢有影响到百姓。咱百姓呢为要来种作，为着这个三顿啦。啊，咱即摆政府所做的遮，伊来栽种迄个树啊40米，无迄个效果，你知道？而且，迄伊种的遐土地是咱做事人伫即个四五十年来所经营出来一个真好的会当种植、会当生产的即个土地。种一挂树啊、甲木草的话，你讲即马即几年啊种拄好啊，过五年、十年后日来就像南部安尼，伊就是一加甲大雨，伊就提防就崩啊。因啊，河川地你就行水沟就行水沟，你搁为着防袂沙来甲种只树木，啊不，咱这咱。这个大水落来，咱台湾地理就是大水，就是内底就是这个漂流木甲垃圾，啊落来你就是接条太阳就崩啊。跳岛之声也好，或者是说做所谓的那个稻草铺开也好，都很短暂的时间呐、啊。那你短暂的时间里面，你要每年都花费那么多钱去投入这个部分，是相当困难。民众对于滩地的利用这一块来讲，哈，我们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去了解到。那在造成扬尘跟不造成扬尘以及他们的使用这中间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这个不容易。我们当然是以大体为重啦，就是能够空气品质的控制的话，我们是要去控制这一方面，因为那瓜农毕竟总是少数而已啦。我们还是呼吁那个瓜农这一部分要配合我们政府的政策，就是在我们要通知他们不要种的话，就不要再种了，也避免浪费那些种植的经费。这草就传要去种几叶要用的啊！你看嘛，遐有几群的，遐旧年用不完的有无？十几群伫遐，啊，无这稻草，即马这政府也袂当收啊，收会罚啊，矿物问题袂当收啊。所以阮若拨稻草，阮啊若无搞，阮搁人买啊，搁人买稻草啊，这算这稻草算家己的留起来啊。八月应该就爱扎了啦，八月就来扎。啊，无扎呐？去无法啦，阮沙食偌侪落呢，北岛来沙食足侪落的哦。我嘛为着阮种的家己袂用的。你看迄阵啊，咱风冬咧头的时阵，风飞沙足侪，大家西瓜要种的时阵，臭杂杂就无风飞沙啊。农民来种西瓜，这拢完全袂飞沙。哦，农民才有迄个牛的精神啦。啊，咱政府咧做是迄个牛的脚步啦。98年要做，99年嘛是咧白沙啦。所以因咧做的想法袂当达到迄个效果。哦，所以由于下冬，若要速度紧啦，就是爱用过咱遮的少遮的百姓的力。地瓦咧挂的时阵哦，水稻咧挂的时阵是已经东北季风已经落来。啊，你啊要种地的时阵，要种瓜要种地，已经上万啦，已经无稻草，无这個水稻稻啊，无好挂。二期的这個水稻啊，无好挂的时阵，无稻草好做。啊，你啊讲像即摆，我有甲河川局建议讲，是毋是会当讲因这个南部稻啊较早挂，因会稻挂起来，稻草摕来才予咱用。沙是会爬的物件，一定爱伫沙的起源地来在伊即个治扰后，哦，啊，所以咱政府咧讲啦，伫几十年前就一直要治沙啦，治到目前呢，一挂老岁仔死不了呀，嘛是还无在通做啦。从整个浊水溪上游一直开始，一直到下游，你必须整体性的规划，
而这个问题在于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产经结构发展不均衡，我们过度强化那种高耗水高耗能的一个产业，然后又没有办法提供多元的水权给他们的时候，你会把母亲之河接流而哭啊。到十二年这个积极的设置了后，咱用发现就是讲，伊这个浓度有渐渐提升超过500的这个的机会这个比率已经提高起来，甚至咱用看，甲这个98年十一月初二迄天上严重，已经测出来是2532，所以这加150这差不多十六七倍它本来就是河川很正常在流嘛，它把它拦起来之后，它依法规定是还要给下游的河川嘛，不然那个整个生态破坏嘛，那这些水本来只有0.06%总水量的0.06%，现在如果提高到5% 以上，那基本上下游就不容易有这个问题。可是这样提高到5% 的时候，会用水会吃紧。好，我觉得归根究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工业区未来的水要多元化了。好，它可以开发海水淡化了。啊，或者是做所谓的废水再回收利用了，或者是农业剩余水哈再处理再利用。河床淹水面积越多，沙子当然就。而且我们裸露的面积相对的少，这个是对的，那怎么样让淹水面积多？我想从上面再多放点水下来，这也是个方法。或者说我怎么样呢？适当的做一些他们叫做河床的河道的一些治理，也可能也可以做得到。所以不一定说单单就用那个方法，而是可能要配合的就是整个的河道的安全，还有我想基隆那边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供应我们很重要的六轻这边的一个供水。好，那在追求经济发展跟环境保护中间，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点？我想那个可能不一定是只有那么一个方法。去年会使讲经过三四届的这个大水，将这个河床吼在冲破，来发生了真多这个红白沙吼，足严重。今年的改善就是这个造势人伫这个水灾后，因随落造势、杂草，来种瓜啊。今年都下着无大水来，所以因造势人会当讲吼，每一个人入去车瓜屎、车除草，摕一寡种子入去，造成讲吼，今年大家拢发臭起来，所以今年红白沙改善真多，这讲起来是农民真大的功劳啦。先讲即个臭地的吼，都无去起沙起来啦。过即马过来固水池了对无？过来东北高雄来愈强，搁再来较无雨水啊，较悬的迄所在。草原搭起啦，搭起即马来着，我清空落去，才上我来起飞起来。伊就是讲，即养成的关系吼，要叫人先咧12月才会当落做啦。无做个部分，我无接安尼啦。即稻草就是准备要落去，杂要种瓜要用的啦。即马落袂当落，渐渐啥起咱遮。即马来申请变道啦，就当落做吼，会当过吼，就车稻草车落，就落杂草起来啦。佫加一变工啦，无阮旧年吼。阮去年是先做便道先做好吼，怎啊去人茅草来吼，地形的怎啊车来怎啊直接车落去啦。即个人工车着搁再搬一遍，搁又来变工啦，搁请人车着搁加一遍工资啦。即摆要落去做事，咱即个河川局有规定，一大堆。你像讲要做一便桥入去，嘛爱申请。搁规定时间延后，即可能会影响着做事。
哦，甲这个瓜仔枝调节了差袂好势啦。河川的边仔遮的做穑人呢，嘛是真希望讲会当靠这条溪来生活啦。哦，真侪人就是为着这条溪吼，才有法度互因生活，哦，兼做工，哦。所以呢，这条溪，假使讲若像今年有白玉的，哦，你讲有租玉的，才要种。啊，毋过你过去就是去予遮个沙场来破坏去，哦，予沙场来崩去，啊，造成讲吼，遮个做事人有丧失足侪北京的即个权益啦，啊，造成因无通种瓜啊，哦，所以我是讲，若会当予因耕作，来开放予因去北京，啊，予农民来做，这对定沙绝对有足好的效果啦。